我们今天前的最后一次的那个阿扎米金哈，就是我们的视讯会议哈。我们大家一起来找个这个时间，每个星期六呢，我们会早上9点钟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分享一下我们对产品的一些知识啊。那我们今天也算是过年前的一个聚会哈，所以我们先跟大家拜个早年啊。 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好年，过一个牛年啊，过一个好的牛年啊！现在新春吉祥啊！所以今天你看我穿的红彤彤的，就是好像过年一样啊。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喜气。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呢，因为是年初二，我们就没有这个聚会了啊。我们要过了年以后就20号才继续开我们的这个视讯会议哈。那我们每次视讯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视讯开始跟视讯结束，那我们都想来学学那个韩文啊。 那今天我们想那个，不然因为我们简单一点哈，因为我们都要10点钟呢，我们要赶紧时间，因为10点钟我们会有一个那个中国的部分哈，会有一个翌日研讨会，是10点到11点钟。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这个线上那个聚会啊，因为这个是每个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中国分公司特别安排了这样的一个翌日研讨会。 那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很多有关于产品的资讯啊，跟我们的董事长、蒲董事长的这一些说话，还有一些专业人士的一些分享。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每个星期六呢，我都会去参加，去听他们在讲些什么东西。尤其是在中国这边呢，现在有些新产品啊，都会陆续的上市，陆续的在网上里面可以购买。那我们觉得是这个是一个好机会。 给大家能够好好花点时间去了解一下有关于这个产品啊，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大家能够更能够深入的去了解有关于爱多美的产品，那我们相对的就能够更加明白啊，我们如何跟我们周边的人分享有关于爱多美的一些产品的。 使用后的感觉，或者产品我们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会面临的一些什么样的困难，然后我们怎么去解决？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啊，这个主题呢就是我们最近也常常在听得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爱多美公司跟别的公司呢到底有什么不同？其实我们有我们的路线，我们有我们的一些做法。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企业里面的跟人家不同的东西，我们也值得拿出来探讨一下，让人家明白。甚至我们也希望让我们的消费者呢也明白我们的一些做法，这样我们新消费者对我们的产品的使用时候的信心跟想法就会不一样的。那我在上两个礼拜呢，我也听到我们的那个在一研讨会里面呢有这个非常重要的兴趣，就是我们一般消费者都会有这种想法。 只要是便宜的东西，品质会比较差的；比较价格比较高的，品质应该会比较好的。换句话说，名牌基本上品质应该算是好的。所以，我们都已经有固定的这种消费的模式、消费的想法。今天会不会有一种方式、一种状况会出现，就是它的品质很高，但是价格呢卖得很便宜？ 那这个是我们一般以前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也觉得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怎么可能好的东西或者品质那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卖那么便宜？这个是我在接触爱多美的时候呢，也是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困扰。我在想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笨的公司啊？品质那么好，为什么东西不卖贵一点，偏偏它要卖便宜一点，或者是那个价格把它拉下来？ 那我是觉得这个公司好像有一点麻烦，或者说这个公司好像有一点不太对劲啊？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如果说你想想看，这么好的品质，我们把价格拉上去的时候，价钱价格很高，卖得很贵的时候，很多消费者会不会接受？很多有些消费者还是会接受的。但是接受了他买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的利润空间，我们的 profit margin， 我们的利润空间是不是比较多了？ 我们多的话，我们相对的像经销商，像我们的消费者，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什么防线，或者是我们有更大的好处啊、利益啊？那这样子大家不是更开心吗？但是爱多美这个公司偏偏它不是这样子，爱多美的公司偏偏它不是这样子的做法的。
他是认为说，今天我品质这么好的东西，我要跟我的价格、跟我的价钱做相连，让每一个消费者都能够用很便宜的价钱去使用它，去消费。那这个，所以我们叫做我们一般的模式，我们叫二选一。你要选择品质吗？你要付高一点的价钱？你要比较便宜的东西吗？你的品质就必须要比较差一点。那爱多美是走两者之间的二合一。二合一的意思是说，爱多美的路坚持的路线就是品质要高，但是价格要合理啊，所以两者兼顾，两个东西都可以连在一起。换句话说，你在爱多美里面你买的东西，它的品质在中上的，价格绝对是合理的。所以性价比来讲的话，你只要是不同的相同的产品啊，然后你来做性价比的时候，你发现到相对的爱多美的产品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当然我们不能够说因为啊，有些市面上有一些价钱的朋友那个啊，价钱的那个东西呢，就说哎，我就把这个价钱弄得很便宜，然后你要很高很高的品质出来，那有些公司觉得说哎，他做不到，但是爱多美呢绝对是做到的。所以我们在比较爱多美的产品的时候呢，我们不妨用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如果你同样的品质的水准，你比比看它的价格到底怎么样。我们知道在中国现在已经有安瓶啊，我们有这个安瓶的这个产品已经上市了，这个是女性朋友的特别喜欢的东西，因为可以让我们的那个脸蛋啊，让我们的那个女性朋友呢能够更加的那个美白，更加的漂亮。但是相对的，你用的这个价格，你用的价格呢，只是相等于品质的这个产品的一半以下。哇，那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是不太可思议的，但是爱多美做到了。那我们当然就说我们的牙膏牙刷，哎，有很多人讲哎，牙膏牙刷不便宜啊，但是如果你用我们牙膏牙刷的相等于的品质的产品来讲话啊，换句话说，如果说你的牙膏呢是有一种所谓的那个保护口腔的作用的话，外面市面上都卖得很贵的，那我们相对的卖得比较便宜。而且我们的牙膏非常神奇，我们的牙膏除了刷牙漱口以后呢，你的漱口水可以拿来浇花啊，浇植物都不会有什么环保的问题，不会有伤害性的问题。我们甚至我们的牙膏如果被蚊虫咬伤的时候呢，还可以涂一下啊。然后也有一个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就特别惊讶，他说牙齿发炎，然后呢他有个红肿，牙齿这边嘴巴有红肿，他用牙膏在上面涂了一下，然后呢不久以后呢这个牙龈就会消肿。所以这个就是表示说我们的公司的产品的品质呢是属于在中上，但是我们用比较合理的价格提供给我们消费者啊。所以在中国呢有特别推了一个口号叫大众精品，我们的产品呢是走大众的路线，但是我们必须要保持证明或者保证我们的品质呢是在中上的，我们品质是好的品质来的啊，不会因为我们的品质那个放高了，我们价钱就必须要把它拉高啊。那我们根据我们董事长的说法来讲的话，爱多美这个企业呢它是一个良心的企业啊，它希望我们每个消费者呢都能够用一个合理的价格去购买这些优质的产品，这个大众精品啊，在中国有另外一个名称叫优品良价啊，优品良价啊，这高品质的东西但是一个良心的价钱，高品质的东西是良心的价钱，哇，现在这个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们也欢迎我们那个新朋友江老师，江樱花江老师在吗？哦，我看到你了啊，欢迎你欢迎你啊。江老师是那个是哪里中国的朋友吗？还是韩国的朋友？可以听得到吗？你的麦克风没开。She is 中国人。啊，中国的朋友啊啊。But she cannot talk right. 啊，哎，江老师，哎，你讲几句话嘛，我们听不到。哎哥。哎。啊。She's moving.Yeah. 可以吗？可以讲话吗？方便讲，听得到吗？啊，听得到，听得到。啊，听到我说话了吗？啊，是，听说听到了，刚刚没有听到啊。你说、啊，很高兴认识你，是中国的朋友吗？不是、啊，
我现在是在韩国。哦，你是在韩国哦 ，OK OK，、嗯、就中国人就住在韩国。嗯，哦，我是老家是吉林的。哦，吉林的啊、哦，你好你好，哦、哎我你好，我是马来西亚华侨啊，我们是、今天我们就开了这个我们的阿扎那个视讯会议啊，大家交流交流一下啊，欢迎你来参加我们。啊，我们还有一个何老师啊，何老师听到我讲话吗？听到听到。啊，可以哈，那我们就继续讲了哈，好不好？欢迎你啊、嗯、，OK。何老师，你听到我们在讲话吗？何玉坠，哦，能听到，啊、哦，听得到的。另外一个朋友啊，那你的麦克风可以关了，张老师，你的麦克风可以关了啊。可以，谢谢。OK， 我们继续我们的那个阿扎迷定哈。我们阿扎迷定呢，基本上是分那个一个主题哈，跟那个七个行动。那个行动里面呢，是让我们说在我们每一个礼拜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呢，大家用这个七个方式呢，来大家做那个分享。那我们希望说从分享中呢，大家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啊，然后能够得到大家都有帮助的东西。第一个部分呢是自我介绍。那自我介绍呢是在我们这个会议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自我介绍就可以让我们每个人啊，在我们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告诉我们的朋友，告诉我们的消费者，爱多美到底是我为什么会接触爱多美，然后我在爱多美里面呢，我做这么久以后，我会有什么样的梦想和目标去实现。那这个主要会让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的那个客户呢，就知道说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心态跟想法。那我们知道爱多美里面，如果说你能够从善的角度，能从过那个帮助客户的一个角度里面去做这个行业的话呢，那我们相信我们这个行业可以做得更久更长啊。那我们知道今年啊，就是过来的来那个马上就要到的农历新年，我们过的是牛年。牛是代表什么？牛代表的是默默耕耘，代表是稳重啊。就像我们爱多美这个事业一样，我们必须要什么？我们必须要很谦卑的服务我们的客户啊。我们像牛一样，就是很勤力的去耕耘啊。我们不忘收获，我们希望说我们大家我们的付出呢，都能够被我们的消费者，被我们的客户呢认可跟接受。所以我们也相信今年呢啊，就是来历的农历新年，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像牛一样的勤奋，然后呢，我们也抱持这样的心态，就是我们要谦卑的服务我们的客户，啊，这个是我们视讯里面其中一部分，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在念我们的视讯会议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珍爱灵魂，经营梦想，啊，那我们要坚持信念，最重要的我们要谦卑服务，谦卑服务就是我们。在一分钟自我介绍的时候呢，我们要告诉我们的消费者，要告诉我们所有的那个周边的朋友啊。那我就来示范一下一分钟的自我介绍，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周边的人去明白一分钟自我介绍一些好处。 OK， 好，大家早上好啊，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啊，我叫谢瑞胜，那很多人都叫我四哥，因为四哥比较容易记，所以你们都可以叫我四哥啊。所以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其实我刚开始接触爱多美跟大家的想法心态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是觉得说这个产品呢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就不妨应酬一下朋友说，哎，你在讲爱多美好吗？那我就注册一个名字，然后就用这个产品来试看看。我本身用了整三年以后，我就变成100%的产品爱用者，因为我特别喜欢爱多美的产品啊。原因有几个，其中第一个呢，爱多美让我看到这个东西它公司真的是很用心的去做它的产品，它做出来的产品品质都是在中上以下的，绝对不会有劣质的产品啊。第二个部分呢，我觉得这个产品里面呢可以让我得到我所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在那个当归饮、欢丽饮欢丽里面呢，我可以让我的这个人能够得到一些体质上的改变啊，因为我喜欢运动，所以我在运动过后呢，我需要补充很大的体，消耗很多体力以后，我需要补充。那那个欢丽饮呢，确实可以让我能保持一个一定的身体的状况
我在运动前我喝了一包，运动过后呢，我就不觉得那么疲倦啊，跟那么劳累，所以这个就是带给我们这个别的好处。然后我也想说，在爱多美里面呢，我要接触不同的产品，让我能够更深入的了解产品的一些使用方法啊。我最近也在尝试着用着类似用着啊一些男性用的化妆品。那我是觉得我们保护皮肤也不只是分男女性别。 啊，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让我的皮肤呢能够更加的好看。那我就在最近在做的这件事情。然后在爱多美这个平台里面呢，我也希望说借助这个平台，我可以再认识全世界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朋友、不同国家的人。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可以认识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人啊。为什么？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旅游，我想接触不同的文化。 我也想去了解每一个地方里面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状况，啊，那我们想说，通过这个平台，因为爱多美现在已经有15个国家有它的分公司，啊，那我们这些分公司里面呢，都可以接触不同的人，啊，那这些国家都有我的一些朋友，那我希望说借用这个平台，把这些朋友都什么结合起来，因为他们一样跟我们都有一个消费者的权利，我们应该都用一个什么？ 合理的价格买一个中上的精品，那就是爱多美我们可以做的这个消费者保护我们消费者的权利，啊，那这是我1分钟的自我介绍，谢谢大家 ，Thank you， 1 minute introduction， is it okay？ Very good， very good， so you want to show us an example for 1 minute introduction？ 精华，啊？ 精华，don't know，OK，精华，已经做了精华，very good，in Chinese，精彩，精彩，精彩，啊，精彩，excellent，excellent，啊，OK，OK，excellent，啊，我们的上线那个南慧珍南老师呢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人啊，因为。 他基本上我们在讲普通话的时候呢，他听不懂，但是他常常的也可以在跟我们开会。听到我在讲话吗 ？Can you hear me? Yeah, I can hear you. Oh, okay, okay. Because I can see the no echo, so I don't know whether I can talk. Everybody can hear me or not. Okay. 所以我们1分钟自我介绍呢，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方式。最主要是我们可以用这个1分钟介绍，在不同的媒体里面啊，面子书也好，在我们任何的媒体都可以把我们1分钟的自我介绍这样传播出去，让每个人去接触了解你。你敢敢大声的讲，很自信的讲，那每个人就很好奇说，哎，你在爱多美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跟自信的时候呢，每个人就会来找你说：“爱多美到底是什么产品？我想知道一下，我想了解一下。”那你的目的就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了，因为这样我们不用特别的说，用很茫茫碌碌的去四处找不同的人来接触，然后来明白有关于这个爱多美的产品啊。所以我想说，这个就是我们要大的那个平常我们就可以训练的一个地方，1分钟自我介绍啊。 那个姜老师，你要不要试试1分钟自我介绍？姜老师听到吗？要不要让我们来认识你一下啊？介绍一下你自己，简单的介绍，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你，可以吗？方便吗？听得到我们讲话吗？哦，他在外面走路不方便是吗 ？Okay，can I share in English？ Can you translate for me? Okay, can. Okay, when I use Atomy product, it is really high quality, but very low price compared to my usually used product. Okay, can you okay, I'll translate. Yeah, 我非常喜欢爱多美的产品，因为它的品质是非常高的品质，但是它用非常低的一个价格来提供给我们，这是我非常开心的事情。So okay, when I just consumer, I change to all my product to Atomy product. Okay, 当我是个消费者的时候呢，我尝试把我家里的所有的那个产品呢转换成爱多美的产品。 Everything is really, really satisfied, and
And I want to use only Atomy. Okay, 我是非常非常的满意。然后呢，我以后呢，我会只会用爱多美的产品。 So I think, if I make a consumer like me, then I can make passive income, high passive income. 那如果说我是每天都在使用这样的一个爱多美产品的时候呢，爱多美能够给我一些所以被动式的收入啊，让我有一个不同的管道的一个收入。 Yeah, Atomy is really can make high passive income and very stable income. 爱多美呢，这个事业里面，如果你把它当为一个经销商的话呢，那你就发现到在爱多美里面呢，它有很丰厚的一个收入，而且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收入。 Yeah, but first time we don't have any consumer, we need to make one by one consumer, so take some time, but pass the time, then we can make high passive income. 对，爱多美的行业这个行业里面呢，是不能够太急啊。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尽量我们去找够我们更多的那个180的那个产品爱用者，我们的消费者啊，产品满意的消费者。 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慢慢的就会可以看到我们的收入的。它不像一些公司一样是属于快速收入的一个公司，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稳定的被动式的收入。谢谢。OK，谢谢大家，我们谢谢 Helen 的介绍。哦<笑> ，Helen， you're very good， excellent。 OK， 我们大家都明白啊，这个每个人参加的爱多美的那个目的跟方式的都不太一样。 最主要是说，这个产品本身它真的会说话。我们一直在强调爱多美的产品呢，它是会说话的。会说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几个标准就可以知道这个产品会说话。第一个标准是，当我们这个消费者买了，他不买就没有关系。但是他买了以后呢，他就会重复的购买，因为他觉得这个产品非常非常的满意啊，所以就重复的购买。第二个呢，他买了这个产品以后呢，他没有太多的。 投诉跟抱怨啊，换句话说，我们的那个退货率呢是非常非常低的。那这种情况就告诉我们说，爱多美的产品真的是那么优越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在爱多美里面呢，确实能够带给我们这样一个丰盛的一些对我来讲的话是产品上是一种感动啊。对我使用产品的时候呢，我有不同的心得跟想法啊。 我们欢迎丹丹，小丹也进来了我们这个会议室里面啊，丹丹早上好，早啊，OK， 我们继续哈，你就稍微回个神一下哈，好，我们来继续我们那个产品分享啊，第二个部分呢就产品分享，在爱多美里面呢，我们会用不同的产品，因为我们在不同产品的时候呢，就会得到不同的一个心得，那。 告诉大家，我最近一直在使用这个产品啊，我们得到一些专家的建议呢，我现在开始在注意我的皮肤。我上个这个礼拜前两天，今天礼拜六啊，礼拜四晚上呢，Helen 老师介绍我了一个视讯会议哈，9点钟的，那有一个专业的美容师呢，特别跟我们分享他有关皮肤的构造。 这个皮肤的一些化妆的一些原理，那我觉得我个人是收获了两多哈。我们现在才知道说皮肤可以分三种，一个属于中性的、油性的跟干性的皮肤。那我们不同的皮肤里面呢，它会有不同的效果。所以我们要先了解我们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东西。所以在爱多美里面呢，确实我们真的是要明白消费者到底他需要什么东西，我们才能够提供给他什么东西。 这样子的效果呢，就事半功倍啊！事情做一半，但是效果是加倍的啊！我们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呢，这个条件里面才能够让我们得到这么这个功效。所以我就开始，因为我是以前不太了解我的皮肤，现在我才知道说我皮肤是偏油性的皮肤啊。后来油性皮肤来讲的话呢，就必须要先把它什么一些死皮啦、角质的东西先清除掉啊。所以我最近很勤力的去把我的皮肤的这个角质的。
就洗干净它啊，是以前几十年的老脸，我还渐渐才开始呢，去开始做这个工作啊，把我的皮肤弄好。各位看一下我的皮肤，过一个月以后呢，你发现到我的皮肤的品质状况可能就不一样了啊。所以，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习啊，去成长的一个地方啊。那对我来讲的话，我是最近在做这个功课啊，让我的皮肤变得更好一点。我不晓得各位在用产品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一些产品需要跟我们分享的？然后你有用不同产品的时候呢，有不同的一些啊领悟跟感受，有吗？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Helen, you want to share about the product? Okay. In Korea, these days, this is really, really popular. What's that? This one? Propolis spray. Propolis spray. 那个蜂胶喷雾啊，蜂胶喷雾。So many people use this. 现在韩国很多人在用这个东西。This is protect virus, our trachea. Yeah. And this is cure our stomach lightis. Stomach lightis? Yeah, ulcer. Oh, ulcer, okay, okay. 这是我们保护我们口腔的非常好这个东西哈。那如果我们口腔有一些溃疡啊，那个部分你喷一下，它马上就会有那个改善的效果。This is three bottle, one set. 在一个盒装里面有三罐。But, 非常的那个价钱非常合理啊。The one set, three bottle one set is cheaper than other brand propolis spray one. 如果我们三罐里面跟外面市面上在卖的那个东西呢，你发现到爱多美的价格是非常非常的便宜的。Propolis highest quality propolis is Brazil green propolis.现在目前市面上最好的那个蜂胶呢是巴西的那个喷胶，Atomic propolis from Brazil green propolis。好，我们用的就是巴西的蜂胶。But cheap, really good。但是用合理的价格提供给我们消费者，非常好。那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东西，谢谢艾拉。讲这个蜂胶喷雾呢，我个人非常喜欢啊。那我在这个用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把它当作是我们的那个口罩。你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戴口罩的时候呢，我们就希望能够我们的鼻子跟我们的口腔能够做到保护。其实如果你在里面再喷一下那个蜂胶喷雾的时候呢，你的病菌更加难进入我们的鼻子跟口腔啊，所以是双重保护啊。所以各位如果是也真的是在担心病菌的话呢，建议大家好好用这个蜂胶喷雾。蜂胶喷雾我们用的是巴西优等的蜂胶啊，所以呢是非常非常有效果。OK， 江老师要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产品要分享的？江老师方便吗？哦，江老师，大家好，对，你好，江老师。大家好，我来自韩国的，现在住在韩国的江樱花。大家好，大家好，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提前啊，谢谢，事业有成，万事如意吧。好，我通过老板的朋友认识了谷将领，还有还我忘了。Helen, 对呀，认识了爱多美，现在用了乳酸酶这个产品，对我来说很有效果。用乳酸酶之后，我吃什么东西都有一点不消化的时候，吃完这个东西，吃完这个产品呢。消化还挺好的，以后像渐渐的没有什么以前像以前似的不消化了，这些说什么了，我都忘了我该说什么了，这些就是肠胃很舒服，就是很流畅了，没有一个什么不消化的时候，现在效果挺好的，我不怕，
谢谢这个爱多美的这个乳酸酶啊，这个产品，给我治了这一种一种病吧。好，谢谢张老师，非常好。乳酸酶应该我们在中国，我们在马来西亚应该叫做益生菌吧，是不是一样东西？哦，就是帮助我们肠胃改善我们肠胃的健康的吧。啊，我现在想，我以慢慢的用。 这个爱多美的产品，以后我想分享给大家，更多的，好的，更多的，然后更多的，是是是，你是多试用一下不同的产品，然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透过这个平台大家分享，使用在一些新的，好不好？谢谢你，谢谢。好，谢谢。啊，感谢感谢。好，我们现在还有谁要跟我们分享产品的？丹丹，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产品？你最近在用些什么产品？然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最近啊，对，我想再次分享一下那个，就是那个车前子啊，车前子啊，对，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产品，它是那个紫色的那个粉状的一个冲剂。 然后它冲完之后呢，它会呈现一个上面一层水，下面一个果冻一样的东西。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呢，就有点像蓝莓呀、覆盆子的那种味道。酸酸甜甜的。然后它这个，因为我其实长期有便秘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我每天吃到它的那一段时间的话呢，是其实很通畅的。 然后它又很好吃，我发现爱多美的，健康食品味道是很好的，就算它苦也苦的很好，但可能你刚开始是不是很适应，但是如果你多吃几次，其实它那个味道还是蛮独特的。就是它这个，车前子，对，因为。 所以它那个果冻，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款产品。是是，对，爱多美的果冻真的做得不错的啊，口感大人小啊，大人小孩都喜欢的啊，这个是老少咸宜啊。它那个有点像是葱的那种感觉。真的哈，车前子我也知道，因为车前子在中药里面呢都是非常有效的东西，我自己个人都有在吃，在喝这个车前子，它是那个颗粒的，就是它果汁加小粒的果汁，我来泡水喝的啊。那是。 对，就是我觉得车前子是一个好东西哈。那主要是因为每个我们有几个东西都跟肠胃有关系的，益生菌啊，包括车前子，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酵素啊，enzyme啊，这个三个东西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肠胃健康的。当然，可能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的不一样，比如说宿便的部分，可能车前子效果会特别好。那帮助营养吸收的部分呢，是益生菌。 那如果说有些消化不良的，要改善，开始改善肠道的，很多人都用酵素先改善它的肠道的状况，然后才进入益生菌，来帮助我们更多的那个肠胃更加的吸收。但是基本上这三个东西在不同的时间上用都 OK 的，都 OK 的，这主要是帮到我们的那个肠胃哈，能够更加的那个舒畅，让我们的肠胃呢更加的一个不会去积压一些。 太多啊，不流畅的东西，那我们可能以后就这个啊，我们华人都相信的啊，我们每个人都相信，只要有进有出啊，有进有出哈，才能够健康的。我们只要只进不出啊，那也不健康的哈。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的肠胃都能够很好的那个顺畅啊，顺畅才是最舒服的哈。那我就谢谢我们大家的这个关于产品的分享。 那我们接下来，这个阿扎里面呢，我们第三个部分就分享我们的视讯书啊，或者一些好的一些正能量东西啊，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最近有没有看些什么书啊，或者那些啊，哎，我们现在最近过年大家都比较热门谈的课题就是牛年啊，到底会怎么样子？是不是牛年大吉啦？啊，是不是牛年啊？
那我是觉得说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呢，我们希望能够创造一个环境，就是一个正能量的环境。当然我们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东西或者一些挫折，但是我们希望说大家都能够互相鼓励，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扶持啊。我们也希望这个平台里面呢，能给我们啊一个好像充电站一样，大家进来以后每天充下电，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啊满满的活力去面对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啊。其实充电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啊，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有个正面的啊平台，有正面的能量来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啊充分的去吸收它啊，就好像我们的充电站一样啊。那我们各位如果有看到些什么好的东西，不妨的把它记录下来啊啊，那我们就可以啊在这个环节里面呢来分享一下正能量的东西啊，任何课题都可以啊，只要是正能量的一些书籍内容啊，禅修的或者任何东西都行。那我是觉得最近啊，我有看到一些视频内容了，就跟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疫情的关系啊，大家都会比较精神比较紧张啊，除了经济很多人讲到有些经济受影响之外呢，其实很多人都会开始就是说会不会有忧郁的状况。那我觉得就我们在这个么状况里面呢，大家真的必须要互相的鼓励一下啊。那我们应该好好去用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当我们观念转变了，态度转变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能够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去面对我们，去面对我们更艰巨的困难跟任务，好不好？任何事情绝对会有一些障碍，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心态把它调整好了，就能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勇敢去面对这些事情。那处理起来的话呢，就更加的方便啊。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的心态跟想法啊，要转换一下。那我觉得在爱多美里面，我特别欣赏的就是啊，我们的蒲董事长讲的，爱多美是一个良心的企业。那我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义，爱多美其实是一个善的企业。所以我们的脑里面呢，只能够放着一个这样的东西，是一个善念，一个善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整个人就会变不一样。啊，我们其实我们有选择的，我们可以选择做坏人，我们可以选择做好人。那对我来讲的话，我们宁愿选择做好人，因为什么？好人有好报啊，因为善有善报嘛，啊，恶有恶报嘛。那我就说我们。既然要做的话，我们应该做一些有福报的东西，啊，我们想做善的东西。爱多美这个企业，它真的是有善报的，因为我们在去把一些好东西啊，去介绍给产品给朋友的时候，他用了以后，他就会有感动。他只要我们针对他的需要去做啊思考啊，去做了解跟调查的话，那针对他的需要的东西，让他得到他所需要的帮助，那其实我们在做的是一种。善举来的，我们在做的不能说我们不做销售，但是我们在这个销售呢是属于善的销售，是柔性的销售，是好的销售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善念呢，大家不妨呢多好好去推广一下，好不好？让我们每个人，你看看他 Helen 你就知道了， Helen 就是一个善的代表。你看他，看他每天都是嬉皮笑脸的，他每天都有正能量，你不敢讲他什么坏的东西，他会跟你笑笑的。 Helen now talk about you You are very kind enough. So I think, thank you. You are right. Absolutely. 对，你看到他的时候，你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他就是每天都很开心，每天都很乐观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传播善的一种方法，好不好？我们让我们的周边的人、我们的客户、我们的消费者感觉到我们每天都是能量满满，好不好？那我们透过这个书籍，透过一些分享啊。把这个善的能量分享出去。接下来还有谁要分享一下？有没有书的或者任何的参加会议的一些心得也可以，有没有参加包括一日研讨会啦或者什么，这样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吗？啊，哎，小丹丹要分享吗？丹丹你来分享一下。嗯，哎，我分享我的那个营业执照下来了。哎呀，恭喜你啊！Now, Dandan got this distributor's registered distributor. 哇，非常好，然后这个非常好的信息。是刚好
刚好昨天就是那边代办中心跟我说是下来，他可能要再等一些章，然后做好了之后就可以寄给我这样子。哦，没事了，然后他寄到手的时候，我就可以申请那个经销商了。哦，好啊，所以这个牛年是你的年啊，好年来的，好的开始啦。是啊，因为本来一直是想找一个。因为其实我不是为单纯为我自己考虑，就是我希望就是找到一个方式，是可能是在性价比上面来说，因为在国内去办理一个营业执照，其实它的成本也是蛮高的。对对对。我现在弄下来可能都要3000多块钱。嗯嗯嗯。啊，然后他只是说第一年3000多，然后在之后的话就可能2000多一年这样子去办理。如果不是Helen 这样子介绍那个朝鲜那边朝鲜族那个人的话呢，可能我们在这里一年下来就要可能5000-6000块钱一年了。哇哦哇哦，所以那个有对的人能够用对的方法去做就好了。嗯，确实是因为在中国里面哈，大家都可能会有一个不太能够理解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中国政府要说什么要规定那么多麻烦的事情，其实在马来西亚我们没有这个营业执照的状况的，全世界很多都没有，只有在中国有。那我们知道说在中国里面有些部分呢是我们比较不能够理解中国政府要为什么这样做，但是你去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呢，其实中国政府也是在特别强调说爱多美这个企业它是一个什么正规的企业，所以我们每个人的会员注册的时候呢一定要用身份认证，就表示你是这个人，不是一个幽灵的人士啊，我们很多行业里面的很多是冒充别的人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呢就会出现很多出轨跟不法的现象。在爱多美我们是正规的企业，所以我们不敢，我们不怕人家去举证我们，因为我们就是用个人的名字来做的，所以就是堂堂正正的一个人来做这个企业的。另外一个就是营业执照，营业执照为什么政府要规定这样做，是因为很多直销公司就跨了这个门槛，然后他就用这种人头的方式去做，制造了很多很多这种假象，然后让每个这个公司呢，就好像每个人可以赚很多很多钱，然后就误导了很多消费者。所以在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一下，其实中国政府确实是有他的用心良苦的地方了啊，这不是爱多美规定要这样做的，是政府，中国政府规定要这样做的。那我想对我们来讲是好事来的，因为反正我们正规经营的话，我们最主要让我们看到消费者也会比较满意我们的这个做法，就是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做人，堂堂正正的做生意，好不好？所以爱多美确实是一个细水长流，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利益的东西，让我们怎么去把这个利益的这个做法哈啊，我们怎么去把它加速的去让我们每个人消费者的去得到好处。当然我们最简单的想法就是我们每一边 A 线 B 线呢、啊，先做20个啊，180产品爱用者，左边右边20个产品爱用者，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收入了。另外一个你我们就增加变成左边50个，另外左边右边50个，哇，那你就看到原来我们的收入就这么可观的。所以确实你是任何一个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哈、啊，所以牛年也是这样子，我们就要慢慢耕耘了。我们知道是对的方向我们就不怕慢，对的方向我们就不怕迟，因为就主要是我们要做对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爱多美确实是能够让我们很多的惊讶啊跟惊叹的啊，我们恭喜丹丹今天能够有个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信息，这个是非常正能量的信息啊，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振奋人心，好不好？非常好的事情啊。接下来那么你要讲什么？丹丹你要讲什么？笑那么可爱，有吗？就是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去接受这个东西啊。那我觉得最主要是我最近在送礼的时候呢，我都送爱多美的产品，让每个人去了解去接触它没有关系，我们就让他去接受。就开始的时候，他很多人会讲看去，哎呀，这个可能是跟别的产品也没什么两样啊。但是最主要是什么？他要去用。然后他用的时候呢，我们就了解他用的方法是最正确的时候呢，他就会喜欢这个产品，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
啊，所以每个人都值得好好去尝试一下，去使用爱多美的产品，只要有机会让他接触了就可以了。啊，我们不管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你只要有这个兴趣传达给周边的人，周边的人也会好奇说，哎，你到底在用了这个产品以后呢，啊，你为什么有那么多大的自信啊，有这么大的一些啊能力能量要跟我们分享，那这样他就很好奇说，到底这产品有什么这个奇怪或者特别的地方啊。啊，那我知道娜娜今天也不方便啊，她只能听，她不能够跟我们分享，对不对？那我们也想说以后有机会娜娜也跟我们分享她使用产品的一些心得，然后她在介绍产品的时候呢，一些客户给我们的一些反馈啊跟想法，好吧？那我觉得最主要是让大家，我们要去真心诚意的去啊服务，让我们的客户，让我们的消费者啊，或者我们一些还不了解爱多美的东西的人呢，的人就好像去先去接触它，先去了解它，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了啊。因为爱多美真的有很多好的产品可以让我们好好去分享的啊，尤其在疫情期间，我们大家都比较关心的，每个人都不妨都问一下，对不对？你的自我免疫力有没有提高啦？这样提高的话，可能你就比较不会受到病菌的影响啦，或者侵入啦。那如果他觉得他的身体状况不太好的时候呢，那不如就可以介绍他换丽颖啊，让他增加他的自我的免疫力啊。那我们平常出门的时候呢，有没有戴口罩啊？那如果万一戴口罩的时候呢，蜂胶喷雾喷一喷啊，至少你还是会让自己啊减低那个被感染的风险，对不对？因为这个就是好像我们戴口罩的一个功能嘛。然后平常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肠胃健不健康。如果我们的肠胃健康的话呢，病菌要侵入我们也比较难啊。刚刚我们啊，丹丹也跟我们分享了车前子，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有益生菌，我们还有那个酵素，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们好好去保护一下我们的肠胃的啊。因为真的这些我们人的那个健康才是最宝贵的。今天你赚很多钱，很多很多的钱，那最后呢，你是钱呢是不能享用，因为你没有健康啊。那你没有健康的时候呢，你人真的是很痛苦的啊。那你给你百万千万也没用，因为你买不回你的药的健康。所以我们觉得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去珍惜啊，去注意一下我们的那个健康。所以我们当我们去了解我们每个人啊有不同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知道说每个人会有不同的需要的，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需要的，只是他有讲跟没讲出来，你明白你知道他有多少而已。比如说有些职业的人啊，他们本身是属于特别特别需要熬夜啊，那他们那个精神的特别特别紧张的，这些人呢，熬夜的人基本上都需要什么，都需要护肝片的，他肝都不太好的，功能不太好的。然后有在喜欢喝酒的人，应酬多的人，他们也需要护肝片，因为他肝不好，对吧？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状况的时候呢，都需要不同的东西。我最近也在尝试做那个护膝的膝盖的啊，那个钙片，因为钙片可以让我们的膝盖呢能够更加的活化啊。当一个人呢上了年纪五六十岁以后呢，他的膝盖本身就是比较，他的下半部就是他的肢体啊，他的小肌肉、他的大肌肉，包括他的膝盖，基本上会比较呈现无力的一个状况。那他需要这些活性钙或者这些钙片呢，来帮助我们能够保持一定的那个身体的健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他只是不讲啊，他不讲，我们不如用不同的角度呢去了解，去观察一下。那我最近发现到，啊，市面上有一个很好的东西，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是以后的趋势来的，啊，以后的趋势呢，就是这个就是跟我们的柔性销售领域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跟做法。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大数据。只要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大数据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可以很快的去明白消费者需要什么东西，啊，那这个大数据从哪里来？啊，很简单，现在我们的智能手机里面，我们甚至智能手表 ，Apple 也出了一个啊，类似这种智能手表。这种智能手表里面呢，它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健康的信息的，你的心跳、你的血压、你的所有的健康的状况，
你每天的睡眠时间全部都有记录的。这些记录资料呢，其实以后我们都很容易获得，因为都是在大数据里。每个人只要有这种资料健康的时候呢，你就是可以知道这个人的身体状况到底到什么状况的什么程度。啊，它可以详细到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心跳的平均的状况，它健不健康，它可以知道我们的血压状况好不好，它也可以知道我们的血糖blood sugar, blood sugar 的那个状况，起伏的状况。那这个就是我们健康里面，包括我们一天走了几步路，我们的那个步数有多少，然后我们的运动量有多高，然后我们平常生活的起居的状况，精神状况，这些数字呢可以让我们每个人更加的了解很多消费者需要不同的东西。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以后的趋势，我相信在那爱多美里面呢，只要我们能够掌握这些数据的资料的时候呢，大家就能够掌握了这个消费者的需求。那今天我们的聚会呢就到此为止，因为接下来十点钟，我们现在十点了，十点钟呢就有一日研讨会啊，大家不妨把这个频道呢转入一日研讨会，你们去听一听啊，因为今天是过年前的最后一次的一日研讨会，过后明下个两个礼拜应该就放假，就没有这个研讨会了啊，大家不妨去花点时间去了解一下一直研讨论里面的要给我们的信息跟资料，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个人连续了几个月我都一直在每个礼拜六我在听，十点钟都在听过，然后我放弃到中国的进步呢跟产品出的速度的非常非常快啊，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差不多要赶过马来西亚的那个产品数目了，非常非常好，非常快的一个市场啊，非常大市场。那我觉得现在十点钟啊，大家不妨就转这个频道啊，去一直研讨会爱多美，一直研讨会那边听听有关产品的信息啊。最后我想说，今年我们都是新年的最后一个聚会啊，就我们预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跟大家拜个早年啊。Helen,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for New Year? Chinese New Year? Oh yeah, Chinese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我想快乐牛年了， Happy New Year, New Year 是牛年的意思。okay. I hope after New Year, many people in the meeting here, crowd. Yeah, 那个心愿是这样，我们过了年以后呢，大家能够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那个meeting 啊，我们能够更加聊，更加多人来跟我们交流，好不好？啊，我们希望我们呼朋唤友多找一些朋友进来，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有关产品的信息，爱多美的那个一些产品的感动。啊，今天就谢谢大家，我们就预祝大家都有一个顺利万事的一个牛年啊！好，谢谢大家，拜拜，拜拜，谢谢。After this meeting, China seminar. Yeah, now, yes. Okay, see you. Bye bye. Bye bye. Bye bye.